对，这个机关安怎？敢有法度查到病毒的源头？因为关公死在内部，有人开权限，骇客就是利用这点，把病毒藏入去的。经过追溯，有找到一个叫骇客攻击的入侵档案。还敢唔当确定啊？是为倒位法度攻击的？这入侵档案目前搞不到破解。安尼算算唔着回去啊？我是讲目前啦。 若是讲会当找到解密的金钥档案，就会当破解。那恁要去倒位找到解密金钥，你甲咱部门敢有法度处理？若是会当处理，我就袂坐点遮读个某个手啊。对方真厉害啊，又用真侪断点，阮咧找的时阵，找个一半，就拢无线索啊。虽然无法度确定伊的位置，啊，毋过经过阮分析，伊的断点 IP 拢是伫迄时头骨迄栋大楼。 担当心，真足苦的，为着要对付咱罗家，完全拢要去受到讲，敢去影响到别人的性命。哥，这是最严重的犯罪呢，就算搁较困难，咱拢要找到证据，甲戴小姐绳之以法。那当然啊，子啊，卡斯讲我有办法，会当为黑市躲过迄边的电脑找，是毋是都有法度，甲解密金钥的档案找出来？ 我甲治安部的人，有分析过，电脑上有可能藏的所在，就是这站咯。陈忠信的办公室，都是这个位置啊。伊陈忠信，交差伊应天的个性，这么重要代志，绝对无可能交予别人处理。上有可能的，就是藏在家己的电脑内底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 只要会当抓到陈忠信犯罪的证据，我绝对要甲伊搬一下。哥，你是拍算？我家己走黑市都几时做啊？哈，你伤过危险嘛！迄个所在，进前我定来处处理定啊，所以是啥物款的状况，我嘛真了解。而且我是老家的大汉囝，这个责任我一定要担起来。那你要甲你做伙去？免啦，你甲志豪留伫咧遮，甲我支援。 卡斯讲有啥物状况，咱嘛有铁路通行。志豪，敢有啥物方式会通提供我破解的机会？有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准备。